在这个网络时代，任何传统的营销方式都必须与网络接轨，与时俱进，采用组合式的营销模式，这样才能招揽更多不同领域的顾客。雨辰说的不错，很有想法。是啊，至于今天会议的结论，我提出暂停姚子阳总经理的职位，另调他职，以观后效。不知各位有没有异议？董事长，不是我有异议，我是恳请董事长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们中海盛庭院的未来，要比姚子阳个人的前途更为重要，请你暂时先放下私心。至于总经理的职位，也暂时由你来负责代理，等到有合适人选再说。我还有一项临时动议，餐厅的副总经理至今都在悬缺，为了拔寨人才，我想副总经理的职位就聘请周雨辰来担任。董事长，周雨辰他已经分身乏术，这印象网的工作已经够他忙的了。既然总经理已经被停职，我愿意向印象网请辞，为酒店尽我的绵薄之力。子阳，哼，子阳。子阳，你干嘛那么生气呀？我能不生气吗？刚才开会的情景你也看到了，雨辰，你不是一直站在我这边的吗？刚才为什么那么出风头啊？你终于当上副总经理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是为了你呀，子阳。副总经理他只是一个虚职，我人在餐厅，必须借着这个位置，我才能在董事长和夫人面前替你说好话，让你复职啊。周雨辰，你这几次不过就是歪打正着，靠着媒体的形象还有知名度才顺利化解餐厅危机的。怎么，你以为当上副总就可以飞上天了？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去做你的主持工作。你以为酒店就是像你一样靠一张嘴随便说说就能经营得好的吗？妈，我知道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学习的。妈，你也别怪雨辰了，他这也是为我好。再说了，雨辰一定能够帮助我夺回总经理的位置，对吗？嗯。子阳，你想要夺回总经理的位置，就得靠自己的本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应该好好想一想经营的大方向。现在不是最好的机会吗？我们正要布局跨国性的经营方式，你就应该从这里来思考，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，说不定还能赢回董事长对你的信任。周雨辰，我提醒你，虽然你现在是副总，不过餐厅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一定得经过我还有子阳的同意，你不可以擅自做主，知道了吗？妈，我知道。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，包含参加的餐厅以及参加票选的民众，彼此间潜藏着一条正面的连接。
那就是美食需要有人鉴赏，而我们印象网就是提供正常连接的锁链，把真正的美食介绍给印象网的网民。报告完毕。不错啊，是啊，挺不错，很好，这份企划案做得非常好，兼顾了趣味跟食欲。我们就决定举办第一届牛肉面节，所有参与的餐厅呢必须要经过评审的初选和复选，最后再加上民众在网络上面的选票，选出冠军牛肉面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意见？这个提案真好，是啊，不错，有心意啊，是啊，不错不错。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，那我就宣布这个方案就这样通过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好，小慧，周宇轩，等一下。执行长有事吗？你无故旷职，导致节目差点开天窗，部门主管已经做出了惩处，公告很快就会下来。我旷职是为了子阳，如果不是我替他去开会，他现在已经被孙董撤职了。在这里，你就是印象网的员工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，而不是担心其他的外物。爸，子阳的事怎么会算是外物呢？在我心中，子阳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才会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，我跑去帮他。我希望爸你能体谅我的心情。子阳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让他自己去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。你这样公私不分的一走了之，将来如何在公司里面立足？真正公私不分的人是执行长你。爸，你为什么要突发奇想举办什么牛肉面节？难道你不是为了平安吗？你这样处处替平安着想，你从来不顾及子阳的感受。你说什么话？子阳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顾及他的感受？上次花朵餐厅的意外，你千方百计地想要压下新闻，而这次子阳餐厅的骚扰事件，你毫不犹豫地就命令播出，难道这不叫偏袒？你，子阳昨天才刚被撤职，你有没有问过他？你有没有关心过他？我希望你能够停止举办牛肉面节这种打击子阳的活动，你这样伤害子阳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意义。爸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这样对待子阳不公平，这就是你偏袒平安的方式啊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，会已经通过，不可能再更改。谁呀？妈！哎，小珍珍，快帮我来抱下！哎呀，又来了，又打我的主意！你自己带不了孩子，就给你婆婆嘛，干嘛三天两头的打我的主意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带一个孩子，人会老十岁，会长很多皱纹的。好，好，好！来来来，小珍珍，我等会儿还去上班，小珍珍抱回去。哎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你今天不用去。哎呀，雨晴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今天难得放假，我还想去约个会什么的，我这不成老妈子了吗？哎，雨晴，雨晴，啊，你找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找件衣服，这两件哪件好看？你别动你姐的衣服，回头她又怪我。哎呀，我今天要去模特公司面试嘛，导演说了必须要穿套装。我哪有啊？不过我姐有了，哪件拿出来都够唬人的。哪件？哎，你还去模特公司面试？我说你就别给我们惹麻烦了，都结婚生孩子了还当什么模特？哎，要让你那个恶婆婆知道了非修理你不可。啊，我婆婆哪有时间修理我呀？现在若依昏迷，我公公婆婆都已经成了看护，她还有功夫修理我？她连生意都顾不上了。现在就大致跟平安看店，生意又不好，我这叫做未雨绸缪。如果我再不挣点私房钱的话，我还有小珍珍都要被饿死了。小珍珍，乖乖跟外婆玩啊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，不哭了啊。我走了吗？哎，雨晴，雨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很快。哎呀，
乖啊。哎呀，哎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这会儿要是睡着了，你等会儿醒来又哭起来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真是个烫手的山芋。哎，汪勇啊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啊乖啊，不哭不哭了啊。哎呀，不知道汪勇会不会帮我呀。哦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乖乖啊，啊乖。徐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汪勇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帮忙的。我抱着他哭，背着他也哭，从我们家哭到你们家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不是徐丽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我还有事儿的。哎，这雨桥呢？我今天一走还看到他在家。雨桥他去同学会了。哎呦，汪勇，你就心情好，帮帮我吧。我的孩子带得好晕呢，这样孩子会有危险的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啊，好好，徐丽你这，哎呦，啊，好好好，啊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王勇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我们小珍珍多可爱呀，她最喜欢舅公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进屋吧。啊，别哭了啊，来来来，进屋喽。叫周雨桥。是我叫周雨桥。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24了。24？嗯，那你做这一行年龄可有点大了。导演，我一定会努力改进的。怎么改进？你打算去整形吗？啊，你在化妆店做过店员，有没有拍过广告啊？没有，不过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。那你起来走一下。走？对，站起来走到那边再走回来。哦。好，再转一圈。转圈？对，原地转一圈。外套上少了一颗扣子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没发现。那行，今天的第一关面试就到这儿，回去等通知吧。这就完了？对，等通知吧。哦哦，谢谢导演。哟，小宝宝太可爱了！奶来了，奶来了，奶来了！哎，喝牛奶，喝牛奶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喝牛奶，喝牛奶，喝牛奶喽！他怎么不喝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换个姿势。
重大喜讯，重大喜讯，菲菲姨平安。我跟你说啊，印象网马上要举办一个牛肉面大赛，以你的实力一定可以夺得冠军的，到时候我们面馆就出名了。我看不必了，何必为人作嫁，不过就是为了帮印象网宣传罢了。哎，平安，平安，嗯，平安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比赛是他们比赛的第一届，一定有很多人关注的，就算他们是想做宣传，可是如果你得到冠军的话，不是对我们面馆也是一个宣传吗？对吗，菲菲姨？啊啊啊！平安，如果你去参加比赛的话，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里有好吃的牛肉面啊？没错。啊？孙妈妈，要吃好吃的牛肉面，一定要上这儿来。嗯，董事长夫人。好不容易举办这么有创意的比赛，这身为一个厨师都得参加。姑且不论你得不得名，只要参加了，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宝贵的经验。对呀、啊，孙妈妈，你说的很有道理哎。平安，你想一想嘛。平安，你再想一想嘛，多好的机会啊，你不去就可惜了。其实我是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瓜葛。平安，有的时候这个情和理要分开来想，毕竟这关系到一个餐厅的经营，这一大家子的生计。再说了，这么好吃的牛肉面，当然要广泛宣传，让大家都能吃得到啊。谢谢董事长夫人，我了解，我会仔细考虑的。哦，我今天早来就是为了要尝尝你们的酸菜牛肉面哦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啊。那我煮给你吃。好，你等我。哎，大志，招呼一下啊。我也去准备了。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您要不要喝点茶？可以。啊，好，稍等啊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导演嫌我太老了。干模特这行啊，就得趁年轻。你现在刚入行，确实有点晚了。好了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走，跟我出去玩。啊，我不去了。啊，我还要回家看孩子呢。哎呦，走了走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你一次，你平时也很少出来玩吧？今天啊，让我带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灯红酒绿。走走走走，快走 啊！什么是灯红酒绿啊？我今天好高兴啊，菲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要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孙妈妈，你在我身边，我也觉得好温暖。哎呀，我现在什么都有，可老是觉得自己很寂寞，老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你不是有仲瑜陪你吗？仲瑜虽然是我的干女儿，可是她那个人的个性比较内敛，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，不愿意说出来，不像你呀这么天真善良。见到你呀、啊，我什么都愿意对你说。菲菲呀，你看我们不知不觉又说了这么多啊。不多不多，我喜欢听你说话。菲菲，其实我也有个女儿，她要是还在的话，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多大，实在是可惜呀、啊。小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走失了。那你不是很伤心，很难过？我是很难过。找了他好多年，就是找不到。
啊，平安说过，只要坚持，不放弃希望，就一定可以找得到的。来不及了，我跟我的女儿这一辈子都失去了做母女的缘分。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孙妈妈，你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孙妈妈，别难过。妈怎么会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？他们在干什么？这么巧，你看仲瑜也来了。啊，来了啊，菲菲。啊，改天我再来找你慢慢聊。来了，改天再找你啊。孙妈妈，哎，你要记得，记得来我们这里吃牛肉面哦。好，我一定会来吃你的牛肉面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妈，再见，我要开车了。再见。哎，好。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孙妈妈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妈，你刚才好像跟那个女的聊得挺热乎啊。我是跟她很聊得来。你还是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了吧。我是担心你太善良又有身份地位，我是怕你被他们利用了。哎，不会的，那个菲菲呀，单纯的像个小女孩。再说平安啊，不容易，在这么一个功利的社会，她还这么朴实，肯努力向前，真是难得呀。妈，如果连你也这样想，这不是给我难堪吗？终于我了解你，你听妈的劝，敞开心胸去接纳平安。我再怎么说他是浩谦的儿子。妈，如果有一天爸跟浩谦一样在外头突然冒出一个私生子，你能接受吗？你不要这样要求我，我做不到。原谅浩谦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。我绝对不可能接纳他们母子的。我不愿意看见你这样折磨你自己呀。你要是肯放过他们，就是放过你自己。我这么劝你，也是为你好。终于，我知道了。原来你是这样想的，我会努力的。干杯！干杯！
若雨，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，你一定赶快醒过来。最近印象网举办牛肉面节，为了面馆，我决定去参加这一次的比赛，但我需要你的协助，在我身边给我支持鼓励。你一定要赶快醒过来，跟我一起参加比赛，没有你，我没有这个把握可以拿到冠军，好不好？若雨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一定听见了，你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要告诉我？你赶快醒来告诉我。若雨，听到没有？你赶快醒过来告诉我。若雨，若雨醒了。不用你担心，他很快就会醒了。平安，这是我买给若鱼的补品，他醒过来之后啊就能喝了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我啊特地给他求的护身符。若鱼，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啊？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好担心你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找到肇事车主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不必了，如果没事的话你可以回去了。平安，你别这样嘛，我跟若鱼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姐妹，她出了这样子的事情，我过来关心一下看看她也是应该的。那你好好照顾她，我先回去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喂，李警官，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还没有其他的线索。哎，等等，对了，我之前冲回车祸现场发现了一枚纽扣，不过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。啊，好，等他一醒过来我会马上通知你，我们保持联络。是不是有线索了？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蓝色的外套在哪儿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被雨乔穿走了。你干嘛让他穿我的衣服啊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他说他是
来借你的衣服，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？我现在要立刻马上找到那件衣服，你人在哪儿？我在上班。雨乔呢？他在不在家？我先去找他。哎呀，雨晨，你等等。哎呀，糟糕，不能让雨晨撞到我醉成这个样子，我得马上跑。永科，我走了啊。拜拜。徐丽啊，你怎么会在我们家啊？我送珍珍回家。天哪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有谁喊我啊？你还在这里喝酒啊你？啊，小珍珍怎么会在这儿？在这儿。雨乔呢？雨乔她出去了，马上就回来了。马上。哎，雨乔，你参加同学会回来了？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？周雨乔，你是嫌家里的事儿不够多吗？啊，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点当妈的样子？孩子那么一扔你就跑出去玩了，还穿成这个样子。我是去参加同学会了，不是去玩了吗？参加同学会就不是玩了？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啊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啊？这个家搞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看看这孩子，你我一直都看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你呀，我回头再收拾你。怎么了？李大志，你眼睛看不见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周玉娇，你该好好管管你老婆了。孩子一扔就跑出去玩了，还穿成这样，怎么回事？喝得醉醺醺的，说是参加什么同学会，谁知道有没有在外面胡来啊？你这当婆婆的怎么说话的？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？你巴不得小两口打起来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跟你没完。妈，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？我妈，她嫁到我们李家了，她就是我们李家的媳妇儿。我这个当婆婆的当然有资格说她了。周雨乔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要是再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谁让你这个妈没有好好管你呢？气死我了！雨乔，你嫁到这种婆家简直是瞎了眼了。走，回家去。走，妈，走，偷偷跟我走。够了，都是当长辈的，能不能注意点自己的形象？对，都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你快去叫珍珍。珍珍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哎呀，妈，我不是让你在家里等我吗？你跑到这儿来干嘛了？哎呀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珍珍一直在哭，我头都快晕过去了。现在你害我被骂，你让我怎么办吧？你看看，你干嘛喝那么多酒？珍珍，我。妈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刚过来。这照顾的真是……跟我出来。啊，出来。我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姐，我先走一步。你这两个女儿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不好意思，不许去，让他们走。有本事，他永远别回来。怎么走了？很疼啊，周雨辰！你为什么要穿我衣服？今天都见了些什么人？就为了穿你这一件破衣服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再说了，这破衣服谁稀罕呢？你知不知道这衣服都掉了个扣子，还害我在人家面前出丑？在谁面前？说，在谁面前出糗？当然是实习的导演了，你干嘛那么凶啊你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问他呀。雨乔，她从小不是扯我的后腿，就是给我惹麻烦。有这种妹妹，我可真是够悲哀的。你差不多你行了啊！你知不知道我最近事情很多啊？我压力很大的。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还说这种风凉话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姐啊？妈，她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哎呀，雨乔，咱不跟她吵了，咱进屋去啊！走，站住！雨晨，把身上外套脱下来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你随便翻我的东西。如果再翻，我绝不饶。雨乔，雨乔，雨晨，你至于吗？他不就穿件衣服吗？车祸那天，我穿的就是这件衣服，没想到还掉了一颗纽扣，被平安给捡到了。雨乔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妈，你怎么也越来越傻了？这衣服我能不收好吗？应该说，你别生气了啊，咱们该回家了啊，回家，快。
行啦，别难过了，我知道你跟同学出去喝酒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毕竟你一个人出去喝酒太危险，也不太妥当嘛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很节制啊。就算是酒吧里有人跟我说我这么年轻就结婚，实在是很可惜了。但是我的没等心啊，大志，我的苦心你现在不知道，等到将来你一定会知道的。不是，谁跟你说这么早结婚太可惜了呀？就是那个酒吧里那个同学，对，同学，我们一块去的同学嘛，都是你的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啊，多亏爸在，爸要不在，妈那性格你知道，那肯定又是没完没了了，是吧？我知道了，我以后注意。臭小骨头！不是你跟你姐生气，你也别打我呀。哦。哎，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把你姐气成那样。就因为我穿了她一件衣服。就因为这个？对呀，很过分吧？嗯。就跟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，那么穷凶极恶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她那衣服还掉了扣子，害我在别人面前糗大了。哎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太过分了。嘘，别吵到孩子。太过分了。别生气了啊。我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真是那么凶，就我一件衣服啊，是过分，别生气了啊，别生气。我之前冲回车祸现场，发现了一枚纽扣，不过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。不行，万一被发现就糟了。上次面对菲菲的指控，好不容易蒙混过去，这次要是发现纽扣是我衣服上的，不就百口莫辩了吗？我一定要拿回纽扣。喝酒啦？你不要管我。现在的情况只是暂时的啊，没关系啊。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放松放松，喝喝酒，享享乐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啊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不高兴了？啊？你拉着我干嘛呀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哼！赵雨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是我的老婆，别太嚣张了，要不然我妈可以随时换了你。哼！子阳，就像你说的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所做的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你呀，我可是用心良苦哦。哼，得了吧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心里面非但不同情我，还很乐得慌。周雨辰，你给我记着，你就是个小小的主持人，你凭什么能接副总经理这个宝座？这是个笑话。哼。还有啊，你以为你怎么当上这副总经理的啊？因为你是我姚子阳这酒店总经理的老婆你才当上的，否则的话你什么都不是。哼。子阳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不过你也不能每天出去喝酒啊，要好好休息休息，沉淀下来想一想，怎么样才能在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现，
重新赢得董事长的信任。你给我住口！你凭什么教训我啊你？哼，这个家是怎么了？每个人都来跟我讲道理，把我搞得跟三岁小孩似的。可是我要跟你们说什么？你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。我看，我们这个家是被诅咒了。每个人都针锋相对，每个人都拿刀刺伤对方才罢休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？我为什么要活在这样一个家里啊？子阳这次恐怕真的失去董事长的信任了，我一定得抓紧全力，万一子阳无法接班，我还能够得到董事长的青睐。